下如何设定虚拟背景。好，那进到 Room 里面来。好，那 OK， 我要先接摄像头。好，那这个啊，我先好，那我们在镜头前面是这个样子啊，调整一下。好，现在是没有虚拟背景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整个背后啊。那我先来设定虚拟背景。好，你点这个视讯这边，选择虚拟背景，有没有？好，再来呢？这里有个加，按这个加，新增影像。好，我们刚才那个存在桌面，对不对？虚拟背景，好，确定。好，这边就出现了一个刚才选进来的。好，好的，这样就设定完成了。对，这个虚拟背景颠倒的问题哈，然后你看现在的是颠倒哈，那看我们下面有一个，对，有一个按钮按一下，对，那个按了之后，你的如果你发现你的背景是颠倒，你按一下就会回正哈，对。